大家早，所以今天是星期三，现在是差不多四点了，然后下雨，所以等下我要回去宿舍一下，然后我要整理我的东西，因为我宿舍那边还有我的东西还没带回来，所以先去冲凉一下，然后我们等下就出去了 ，Let's go。是我刚刚穿好凉了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，所以现在我拿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开车了 ，Let's go。哎呦，记得戴口罩。是我今天在车上了，然后准备去宿舍，等下我会换电话的 camera。可能比较差一点啦、因为我不想用这个来录完整个行程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换成电话 camera。OK。OK。So 现在是电话 camera， 会比较差一点啦。不过 ，Who cares？ OK？ 你只要一个 device 就可以拍了，是不是？ So 我们现在开车去回去 UDM。So let's go。所以因为刚刚我每次从家里去的那个酒店的门哦，不能给学生进啊，所以我现在从大门进去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走的另外一个地方，走另外一条路进去，继续驾车。所以一下来路口呢，就塞车了，因为全部人都要进去酒店了。所以刚刚，难讲话。刚刚从 main gate 进来了，然后他叫我们排队 scan， 我说洗洗手，排队 scan QR code， 然后 register， 就这样哦。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去我的宿舍 ，Let's go。OK， 我到我宿舍了。就是右边这里，所以我现在下车，然后我要去宿舍的 office 做一个报告，这样子讲，我来这里收拾我房间，然后收拾好了，你要回去那边写，收拾好了，然后还锁匙这样子啊。所以现在下车，赶去 office， let's go。所以我刚刚去 office， 报到一下，然后拿了包，现在去房间了啊。Let's go， 很吵了，超多黑尘了。What is this？ 我现在要打扫这个房间先，然后才把东西放上车上。如果我没有打扫哦，该又罚款了，看他塞。So， 我先打扫，可能我 roommate 他
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来扫毒一次吧，看希望不要中罚款啊。看一下我的袋，看到了没有？超级恶心。可以，把东西放上去，手上有才扫地过后，就这样咯，就应该是没有东西做啊。然后我要回去 office 给一个 form，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。That's all。就刚刚把东西放上去车上了 ，OK， 干净很多了。所以现在我要准备扫地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走人了。所以我现在扫地 ，Let's go。所以我刚刚打扫好了，然后我现在可以准备回哦。所以我现在把室内的东西搬上去手上，然后把风这个风给到 office，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回家了。所以应该没事了吧？就这样啊，拜拜这个房间，希望有缘再见吧，喂。所以我现在驾车去 office 那边，然后给了这个 form 就回家了，先这样先啦。So 驾车 ，let's go。OK， 刚刚我把锁匙 drop 在 office 了，因为现在 office 关了啊，现在是1:18，所以 office 现在是休息时间哦，所以没有的进去 office 里面。就 drop key 给他们，就 set 到了。现在我要回家，然后吃午餐。吃早餐，等一下4:30还有上课，所以我们先回去喽。等一下要走回大门，不然会被塞车。希望不会啊，不然很险哦。OK， 刚刚回到家了，然后坐在车上，我要想一下，我后面这些东西要怎么办？肚子有点饿。车厢还有车厢一大堆，不会讲很多啦，就它是一大袋一大袋这样子。所以可能我先去吃午餐先，然后我再回来搬这些东西下去。就这样先啦，就先去吃，肚子饿，现在2点了，1:43，所以我先去吃先，然后我再回来把这些东西搬下去。OK。所以我现在我要准备去搬东西，车上的东西搬下来这里，然后拿去我房间，因为客厅可以的话不要放太多东西啊。所以现在把东西拿起来 ，Let's go。
个把东西搬进来了，很多是啊，然后现在就等时间，等十点半，等十点半上课，然后就这样见喽，所以等下我们十点半见，来。所以我刚刚收到老师讲说今天的课取消，所以就这样啊。结束了今天这个 vlog， 那我要去休息一下。So 今天的 vlog 就这样子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， 还有share出去。拜拜。